今天就来聊一聊关于红景区的那些事儿。红景区的手感玩起来丝毫不比圣诞区差，同样是满帧开镜，嘎嘎丝滑，这里也是拿到了官方发的体验卡。红景区呢是以售普小店的方式上架出售。红景区是在暗夜四道宝箱里面，这个宝箱里面有两个头奖，一个是角色，一个是红景区。运气好点就是108出，点背保底就是216出。红景区我感觉不会在游戏商城内上架，后续返场啥的可能都是通过售普小店。对了，售普小店将在6月8号下午开启，就在我的直播间，这样入手的宝贝们不要错过了哦。